如果你坚持要做一件事情，嗯，那我们就坚持做到底。优商店创办的理念就在于提供一个用多少买多少的空间啊，我们希望可以达到爱惜食物的理念。是被这个家店的主人感动了，因为在这个老社区要开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新观念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优商店是一个麻烦的商店，嗯，我们要求客人自备容器，对，来到本店，嗯哼，希望大家可以减少一次性商品的使用，对，跟制造一次性的垃圾，嗯哼。你好。